今日介紹呢一支咧就洗水蠟，即係如果係粗用嗰啲人咧最啱嘅，即係我咁，即係驚佢花。咁佢咧唔係自己甩色花㗎，呢個 AL Spot AL 即係 Aluminium 咁解。佢個 cap 咧就係銀色嘅配翻。咁呢一支咧就係酒珠筆嚟嘅。酒珠筆咧係好好寫嘅，因為佢係油與水之間嘅墨。打開佢，呢、這個酒珠筆係扭嘅咧，係可以配合到呢、這、一個G2 嘅 roller 0.7mm 根嚟嘅。佢可以配 roller gel 啦，呢個係酒珠筆啦 ，roller gel 或者係呢個原子筆都得嘅。咁即係一舉兩得，方便使用。每一次就扭，咁呢度好硬淨，可以 keep 好耐都得，又方便。